大家好，我是娟妮，欢迎来到 Jason 频道。今天呢，我们来到花莲了，真的很久没有来到花莲，尤其是这样子有海景的饭店，真的这一间它主打的是脚踏车、自行车都可以进房间的房型，但它是其实算是有重新改建过、改装过的一个房型这样，所以它其实在整个空间上会做的比较宽敞一点。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宽敞又舒适的环境，采光非常的好，直接放眼望去就有超美的海景。所以这间真的是目前我住起来的，一进来的感觉是还不错的。浴室很重要，真的，你要住一个好的住宿品质，浴室真的非常重要。看，噔噔，它也是属于这种有大面镜，有大面镜就是女生非常需要的一个。形式真的每天都很需要好好有个地方可以好好打扮自己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它整个这边里面有干湿分离的设计，是非常的贴心哦。但是呢，像这样的饭店，这样的它是整个透明玻璃，所以比较适合情侣呢，或是家庭亲子可以来一起来这边一起度假的感觉。享受你们愉快的假期哦。那他们呢，就是喜不喜欢的每一个房间，他们的阳台都是可以望出去，是有这样子一面海景的哦。尤其呢，其实我会越推荐，就是大家可以往楼上更高的楼层去住，因为这样看起来呢，海景会更辽阔哦。这里呢，就是